佛光山南洋别院和宜兰联券合作，一起关怀宜兰县自闭症协会、阿宝教育基金会、慈怀社会福利基金会等社福团体，透过美味的蔬食餐点，让县内的社福团体和弱势家庭得到温饱，并感受社会满满的爱。一起复苏全民乡亭呢，是刚好在疫情期间，好，那现在呢，蔬食业者有一些也是蛮困难的，那又刚好呢碰到有一些团体呢，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蛮辛苦的，那刚好佛光人呢也很有心，好，所以我们大师呢就发起了一起来吃素，好，那能够成就这个五合的人生，这个五合就是人我和自心和悦，人我和敬。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好，希望我们各位乡亲呢，在这个中秋节前夕啊，我们多多啊帮助我们这个弱势团体。这次的这个疫情呢、啊，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希望我们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能够生活的正常，这是我们的愿望。市长张忠渊期望透过简单的公餐公益活动，发挥人机几机的精神，将自己的一份爱心传达给更多需要的人，同时又能吃素减碳，延缓地球暖化，一举数得。疫情的一个严峻考验，让弱势团体在不管是募资或者得到温暖的力量上面，相对的也减少了很多的力道。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素食的一个这个爱心的捐助，这样对我们弱势团体最很多需要关怀的乡亲，他们实质上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除了施工所的这个响应之外，我们也希望各界共同来响应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会让我们需要关怀的这些朋友们感受到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意哈。一起付出。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